热网博龙虾。先来听听沙漠之中骆驼吧。喂，叫我怎么说你好呢？我不是要拼个骆驼吗？怎么一不小心跑偏了，拼出个鸵鸟出来？不过各位看官，你们别着急，这就是魔齿的魅力，它是有魔力的。待会儿鸵鸟变骆驼。哇哦，骆驼拼出来了，而且呢非常的形象，这是骆驼的头。